我对现在生活挺满意的，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因为之前可能就是因为做模特的话就会比较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时间，但是现在我慢慢学会要去就是自己掌握自己的时间一些，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你可以做一些你想去做的事情，跟你想去的一些地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安排一些这样的时间出来。